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草屯敦和里的南市福地署根据地方乡亲表示，已经有百年历史，乡会正旺，而且正特别所在，是位伫南投林区管理处的厅舍内底，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伊的历史，庙方设置石碑记录，并正式成立功德会，留下举办庆祝活动。由庙方人员带着参拜的贵宾，向土地公虔诚来参拜，为南市福地署来设置着石碑，记录着庙的历史。原本是平埔族北投社的土地，清朝的时阵，汉人开始来进入开垦，才早期只有三块石板，后壁一丛青阿树，后来由地方协助来起庙啊，并且伫南投林区管理处兴建厅舍的时阵保留落来。921地震，我们站在草屯镇上的那个房舍倾倒了，那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房舍来新建，那一个基地来新建，那刚好找来找去呢，就找到这个学产土地这块是学产地，那也透过一些征收那可以当作我们的办公厅的用地，但是我们要来建之前呢，这个土地公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也很尊重地方的信仰，所以也当地协调，那也跟类似公务法规啦土地公也就说要我那位徛他们家了，因为安尼因由形成着公务机关内底有土地公庙的景象，配合南投林区管理处用心打造周边环境，做着绿美化，或者个所在，大讲是地方重要信用中心，也会使散步休闲，吸着真侪信众前来。叫着咱土地公伊的神威显灵，啊来保庇着咱这个村民啊过来咱这个林务局伊都来个伊的业务，然后走到这个山区过落咱这个海边都来保佑伊这个这林务会当来平顺，地方的人来这做生意也好，来这拜拜拢会当来真正像来讲赚有家底的安尼。还可以透过我们历史沿革了解到，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这边的土地都受到土地公的庇佑，那也希望这边土地公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保佑。这样借着这个机会，庙方嘛正式来成立着功德会，希望讲发挥着土地公的精神，加强来照顾着砖头较弱势的乡亲。记者林明信采报道。